事哈。那这次这个徐女士这个案例是她在应该算是礼拜五的晚上，她原本是在之前就因为这个很巨大的血管瘤造成一些肿瘤压迫，一些进食上的一些困难。那大家可以看像照片，好像这样几乎整个左边的肝脏已经延伸到右边的肝脏，是一个巨大的血管瘤，然后造成她胃部的这个压迫。